看起来超好吃的早餐，挂包加上干丝，加上一片起司，还有杏仁浆。今天我们的午餐是客家米苔木，素食的，超级好吃的哟。还有客家豆腐，还有客家地瓜叶，超好吃的。晚餐居然有我妈妈自己做的炸马铃薯的薯条，看起来超好吃，实际上吃起来也是超好吃的。还有这个菇菇汤也是很好喝的哦，有非常多的菇，一滴油都没有放，超帅。这个烤吐司加豆腐，超好吃的，吐司加豆腐。